对，你进去的时候，这个又跳舞法也带好慢，哦，好像阿婆那么呢，好快，但是就是很慢，对，很担心。干嘛？那个其实没有关系，因为你们第一次骑的时候，尽量就是放到最轻去感觉。如果说你踩重一点的话，脚一下子就没有力气。 哦，对，太重就不行。对，太重。刚才的抬轻了，他的腿在走路，他不动哎。没有，你干嘛？啊，所以波段不对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上坡的时候，尽量就是让自己的腿，有点酸，又不会太酸。我很酸，很酸啊，很酸啊，很酸啊。 下坡咧，下坡要干嘛？下坡的话要很快啊，因为它是 fix gear 嘛，其实我也不能太快了。对啊，因为刚才她那个小女生呢，你下坡的时候，我在后面看到，你不停地挤嘛，因为你是 fix gear 嘛，紧啊嘛，她咧就跟你呀，哇，好压力啊，哇，你干嘛啊？下坡最主要的是安全第一，嗨。 对，安全第一，对，然后刹车尽量要注意，尽量用后轮的刹车，对，前轮辅助一点点就好了，否则你不玩前轮的话，就会哎呀，狗吃屎啦，三百六了，对，三百六，对，三百六了。落车的时候如果有车经过呢，你自己会跟住去咁样，要好恐怖哦，那点算啊？那刚才大车，对对对，干嘛？都鬼吗？车子。 大车他们带着那个风，对，他的那个侧风，对，嗯，然后那个要小心一点，尽量你的手就是稳一点就好，它不会让你不会吹倒你的。但是我觉得它快要撞到我了。所以你要敏感一点啊，敏感一点什么呢？你挤下的时候呢，有听见啊，好像有东西来了，你准备，挂了，我不怕。哦，对，它不是吗？耳朵要注意后面。 哦，这样子。但是大哥啊，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个苗对面这个便利店干嘛呢？因为其实整个台湾便利店很多，对。那环岛的时候呢，都需要很多补给，像是没有水的时候啊，没有食物的时候，那这些便利店呢，它其实都是在台湾都有啊，所以它是非常好的一个补给的地方。 还有啊，里面有洗澡，有洗手间，对，洗手间，洗手间，对。你那个洗手间是放大呀？ 大小都可以，大小都可以，太大，可以回来，洗澡也可以，洗澡不行，不行，如果我自己洗一洗，可以，自己洗也是可以，对，没问题的。有没有看到外面好像有那个泵泵嘛，打气的，对对对，都有，因为他们在台湾的话，其实很照顾就是骑车的朋友们。 对，所以都会准备打气筒啊，打气筒，对，然后一些小零件都会帮你做调整这样子。所以我哋安排咧，同埋编排自己玩到嘅路线嘅时候，留意呢啲啦。譬如佢哋嘅几时有便利店啊，俾自己补给下，咁可以饮下水啊，唞一唞，再继续上路咯。咁现在我们去有吃饭啦嘛？现在的话都可以吃饭吗？好啊，好啊。 平時咧，如果我哋踩環島單車咧，唔係好似我哋咁樣啊，餐餐都係咁大魚大肉咁開心，好豐富嘅。你參話你知，好多時咧，阿張教練就話：，喂，可能 on the road 上緊路，你可能喺便利店攰個包，補充少少能力又去，因為你夜晚你要過宿啊嘛，咁要趕時間。但係如果你預着一啲小城小鎮，哇！呢個牛肉麵一定要食啦，好試下先嗱，紅燒牛肉麵有冇食過以前？ 香港食嗰啲應該冇呢啲咁正宗喎。我僆仔食嗰間而家唔知仲喺唔喺度咧？乜京牛肉麵咧？就我第一次接觸牛肉麵就係食呢啲。哎呀，好似有連鎖店咁咧，出到尖沙咀東部食啊要。